郭富林呢也是有一棒啊，打长打的能力，但这一个球又挨手过来捞，掉下来捡起来，再往二垒送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捞球廖俊凯漂亮。哇，廖俊凯，那林根伟也没有放弃这个传球，哇，非常配合的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。这个是九传六的助杀了，封杀了。这个也不能够怪凯撒，这个要判断也很困难。对，没错没错。这个有可能会被接到，要回一垒会来不及，所以他往一垒缩的时候，正好球就漏在林根伟的脚边，传给廖俊凯。廖俊凯这个海底捞月厉害了，真正哦，这扫雷，手头扫雷给我扫掉。